对，吼、哦，来，是会使，有营养就好。嘿，好，食会饱就好啊啦，出外人唔通嫌遐济吼，要求遐尔济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样为各位带来歌曲，然后。有今天带小礼物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，等一下好了。嗯，欸、好，等一下。刚刚啊，老板说啊，我们就是能不能多唱一点？我说可以。那他就说，咱第三首、第四首的时候来跟大家握手。结果我讲吼，以我吼这么长的脚吼，应该第二首就爱落来。你看，真正讲到这阵子，我今晚只加一半尔。所以吼，我豆豆啊，啊那爱无这位朋友吼，爱跟我讲一下有些。因若压无着，伊落高铁，你会使家己主动走来甲伊按，安尼伊会爱双手哈。爱双手是咱就是机器麦克风。边有人会替你提啊？好啊，那接下来我就继续带来歌曲哦。我看到好多认识的朋友说，都是追着你来的。谢谢，好，老师请下歌，因为我真的忘记什么歌。邀请你到基隆去的，哎，他是你铁粉，有没有铁粉？有没有铁蛋加粉条叫铁粉？好，谢谢。哎，大家有睇到阮玉君的这个呢海报哦？哎，阿妮，等下出唱片，爱搁搞阮捧场，爱搞阮支持哦。谢谢。
哦，你若讲唱片无买无要紧，但是一定爱会晓唱伊的歌啦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我唔是讲，唔是讲叫咱大家卖买，但是即卖少年家大家拢用下载的。哦，啊，所以说要会唱你的歌，到 KTV 里面，如果可以唱你的歌，是不是你有版权的一个？没有，我你没有哦。没有，唱片公司有。你没得赚哦。没有得赚，可是啊，就是大家如果点阅率高的话，就是老板他们也会对问他重视，会开心啊。因为很多人喜欢你的歌，他就说那我们玉君的这个市场很好，要帮他多出几张唱片，帮他多啊找几首好歌， 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上重要是地方哈，各位有看到我海报的朋友哈，哈，无CD不要紧，有海报哈，爱记得帮我打伫个门窗头，门窗头的隔壁卖大本数啦，太好用哦，嘿，伊那本数大块的啊哈，啊不过大块一般来讲，人的困扰是讲哦，放尿放未出来，但是比个足紧就好啊。喂，是不是给我们辛苦的主持人拍一下头啊？因为我来的时候，什么话都吐会出来啊！有够多事，伊讲话我安尼笑几落的，笑到无多。我是本来想讲问看讲你安尼笑到要啉水无？安尼会烧声无？需要后台没问啊？就直接陪来。哦，他拿来了，来人呐、啊！没，你要几碗？面要几碗？当然嘛是五碗。五碗安尼哦，所以他很可爱啦。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真的，因为现在大家唱片哦不景气，就是因为台湾下载的这个风气太盛行了。但是嘛是希望大家会当，迄一张唱片吼要发行，你知影有偌困难无？唔是讲啊，即马讲的唱片马上就生出来呢，迄一块唱片吼爱经过收歌。哦，爱搁经过录歌，歌录好了后，爱拍 M， 爱拍 MV， 哦，爱拍这个相片，包括这个里面的封面，里面的这个介绍，都要呢一字一句呢，一字一句拢爱看好清楚。这管你啊，困难。足困难嘿啊，敢那。新冠这么高的吼，那张相片的时候就困了。没，啊，敢那一个老母在生囝同款，一张相片吼，爱孕育很久才会有完美的作品出现。都是很各方精英的巧思哦。对，所以说哈，不是说歌手唱得好，这张唱片就能够成功，所以需要经过很多人的通力合作。所以一张相片要三千吼，不是讲你用安尼三四百块买落来吼，那个的价值，那个真的是无价值。所以说一定要支持你的好声音好艺人哦，这个呢用心的歌声呢来好润个喉，我真的担心你笑到哑掉，来后面要再唱咧吼，来那个咖啡稍等下带到车上喝吼。